哎，通过一种视频我们看出来了啊，这是元宵一家人团聚了。虽然说这一家四口看着谁也不像谁吧，但是终归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，非常的好。元宵现在是经常能吃到的了啊，不过在据传说袁世凯当皇上那会儿不让叫元宵，说这个犯字儿，对，跟他一个字儿不好听，元宵不行，就叫汤圆。眼前这些个小吃基本上现在还都能见得到，还有很多面点，像佛手啊什么的，现在都有吗？都有。嚯，你神了呀！什么都有啊！因为这个小吃就是这样。哎，空口无凭，摆上来咱们瞧瞧吧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咱们上一下失传小吃。我就这么一抬头一低头的功夫，我这桌子上大为变化啊！我们请侯兄给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。这个桌子上呢，这个七八样小吃啊，都是咱们现在已经濒临消失了啊，很难找到，也不能说一家都找不到。您比如这个就是在大家不用介绍，一看就是宫廷的面点，叫佛手，因为有一种植物嘛，也是那个佛手，也是这个形状，对，这也是一个宫廷小吃，取其形色。对，这里边呢不是芝麻酱，全是豆沙，这里边都是豆沙。对，这个是老北京的比较经典的，叫豆面丸子。豆面丸子呢，首先它用绿豆面，加上它这个是那个骨头棒熬的汤，还有呢，这个里边有这跟那个吃那个杂碎汤一样，放点香菜、辣椒油的，早点热乎乎的，对对对，早点乎乎的，嗯。这大的这叫什么呀？这个呢是慈禧太后最爱吃的，它叫八珍糕。啊，八珍糕呢，实际上这个是由八种啊中草药做的。大家看它的颜色呢是有点发红，这个实际上是用红糖压它那个中药的苦味儿。这里边不但有八种中草药，而且还有这个葡萄干，有山楂，还有枣，还有一些这个果脯，所以这个呢对，它是一种也是这个美容的。这个呢最早啊叫炊饼。哦，炊饼。这个呢我想特意介绍一下，因为呢现在所有的这个烧饼也好，炊饼也好，包括糖火烧也好，每家呢做一个味儿。我们现在呢小吃协会成立以后呢，做了一件事儿，就是把所有的北京小吃全都标准化了。哦，烧饼呢，我们的直径是6公分，高是1公分，用刀拉开啊，不能少于20层。哦，这就是所有我们把北京小吃包括统一标准了。对，包括大连火烧，哎，包括门钉肉饼，高这个径都要有的，越讲究越好。所以这些的小吃呢，我觉得它还有那是糊饼，北京人都知道啊，叫糊饼。糊饼，糊饼呢，这个就是底下的棒子面，然后上面呢就是码上那些生的啊，韭菜、鸡蛋、小虾米、小虾米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郭老师刚才特意啊，问的，你这有没有这羊双肠？哎，这就是那个羊双肠。嗯，羊双肠呢，它也是跟那个吃杂碎汤啊一样的这个程序，哎，有的搁点芝麻酱，有的搁点、这个、一个人口味添加。哎，对，羊肠子里边灌的血，两好合一好，对，羊双肠，嗯，真好。郑老师，哎，喜欢哪个？你要反正吃的话都能下去。啊、还有门钉肉饼呢。对，啊，这常吃啊，这常吃。对对对，这我们旁边不有一家？对对对，德云社旁边有卖的。有一家，咱们那个比这个大。这个门钉肉饼就是它形似啊，那个故宫那个门钉儿、哎，那个门上的钉儿一样。但是这个呢，热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，因为我们遇见过几个老外啊，吃这个就献丑了。他等于他这吃热的时候滋把那油滋到旁边的人身上，就特不好意思。这个热的时候跟吃那个灌汤包一样，一定要先咬一小口，把这个里边这个热气油啊让它有一个流通。我们知道有人吃这个闹过笑话，这对脸坐这儿拿起来哐就咬，呲对锅一脸，吃了这还低头吃，对锅那连动都不动，服务员看不过去了，给递一手巾，这流着一脸汤说不要，他这还4个呢。其实说起来啊，相声跟小吃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我们很多节目里提到很多小吃，你甚至包括吃论，对，是整个的来谈论小吃的这么一个作品。没错，啊，包括我们很多单口相声里边都提到了小吃，所以说传统文化之间它是有血脉相连的。实话，最有名的一个单口相声叫珍珠翡翠白玉汤。对，哎呦，把饮食文化发展得淋漓尽致。来，我们看一看到底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是怎么回事。最近食欲不振呀，哟，我都瘦了。皇上您瞧瞧，最近咱们宫里边您什么没吃过呀？
山珍走兽云中燕，鹿的牛羊海底鲜，猴头燕窝鲨鱼翅，熊掌干贝鹿尾尖。您是吃的是一样一样都不差呀，所以说没得吃了。那您还想吃什么呀？我就想吃点可口的，就这个300多个味儿我都吃遍了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您瞧瞧，哎，想当初我打仗的时候碰见两位贤士，谁呀？哎，一个叫常贤弟，一个姓来，给我做了一个叫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太好喝了，听着名字就不错。这些年我一直想吃这个，可是咱们这宫里做的没有这个味儿啊。咱们这御膳房的厨子多的是啊，让他们给您做去。他们能做呀？我给您问问去，准行啊。赶紧问。得嘞。厨子觐见。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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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龙公公，龙公公来了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来来来，龙公公，离我远点儿，我吃素。哎。皇上想吃点好东西，啊，您说吃什么我们都能做，叫珍珠翡翠白玉汤，这个简单，它就是珍珠啊。皇上要吃人呢，这是，啊，珍珠吗？你不是会做吗？我们商量商量，是做我们商量商量，琢磨琢磨，我们回去下去瞧瞧去。来来来吧，怎么做呀？珍珠翡翠白玉汤会吗？没学过这个。珍珠翡翠白汤没学过，真没学过，完了吗？露怯了吧？您会做？我也不会，不会做。我不是琢磨，哎，怎么着？问问人怎么样？问谁呀？找我的。哦，咱们咱们厨师培训课的同学是吗？来来问问。哎，通了通了通了。喂。喂喂喂喂喂喂喂什么喂喂喂打错了，讨厌！谁这么碎嘴子？那怎么办呀？这咱俩说不会，这皇上不把咱俩砍了啊？我那阵学厨的时候心不在焉，我净琢磨怎么修自行车来着。废话，我就给你配车条了吧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怎么办呀？咱呀，求求伦公公，哎，当初皇上在哪儿吃的呀？还找人家做不就完了？太对了。咱俩多聪明！问问问问，来来来，哎，他知道咱叫他呢。大胆！别动了啊！别动了啊！我都怕他咬着我。跟谁这是说话呢？这是没说话，这逗狗来了。咱家跟你们拼了！说。珍珠翡翠白玉汤会做吗？你们怎么问这个吗？不会。会你乐什么？不会还敢笑？不是，您问问皇上，当初在哪儿吃的？您还找人家给做？我们哥俩学习学习。问这个事，以后不就能吃了吗？对对对，您多帮忙。您问万一说不会，皇上把我们俩砍了。哎，这送您了。不要，哎，听着都欠费了都。这什么耳朵？这是他怎么就在这说话？皇上，啊，奴才呀，啊，跟你问您个事儿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当年您吃那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啊，在哪儿啊？想不起来，我就知道一个叫常贤弟，一个姓来，剩下我都忘了。嗯，皇上，我跟您说吧，啊，咱这御膳房啊，还真没有会做这道菜。哦，他们不会做呀。皇上，依奴才之见呢，啊，您不如发一个皇榜，昭告天下。看看有没有会做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的。哦，你那个意思，让我发个皇榜，对，找一找。哎，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就能把当年那两位给找着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正要发微博呢。那不发了，这样吧，还是皇榜保险，咱贴皇榜，是是，贴下皇榜啊，找这两位，哎，回来给我做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
啊，这别走别走，要是找着了还则罢了，要是没找着，那这两个厨子马上杀头。好，奴家也正有此意。去吧去吧啊！长什么模样呢？咱们俩是等着。那厨子给我出来！等等，有什么事？看着没有？这是两位，这是材料大人。我当材料大人，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。哎呦，亲爹！我就站住！你瞧清楚了，瞧清楚。好好说话，知道吗？哎，坐不跟着人小着点儿。好嘞，好嘞，二位。二位大人，问您啊，珍珠翡翠白玉汤怎么做呀？您二位会吗？你会吗？不会呀、啊！不会，你们俩干嘛来了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看外面贴一那个黄色的纸，上面写着，我看那意思是我大哥呀，我们俩回来看我大哥来了。谁就你大？看我大哥来，对吧？大哥，皇上他们俩大哥，他们俩是太子。这是什么辈儿？这是啊？不是，应该是皇兄皇弟吧？哎，咱问问他们到底会不会做？行。二位，王爷，您当初给您那大哥做什么好吃的呢？也没做什么呀。对，咱做什么？哦，给他熬了点稀的。稀的？要不怎么叫白玉汤啊？汤就是稀的。哎，太对了，就是这个。我刚知道汤是稀的。那您这个汤怎么做？您教教我们呗。这还有人要学这个，你这，别逗，咱们俩来就做这个，就是做这个。这大老远让我们俩赶过来，你说您要做完这个，就能见着您大哥了，是吧？我们俩挺想我大哥，他想喝了吧？您教教我，领我上厨房，我再教你，我教这多简单，我教上厨房，上厨房，走，哎，真大，你瞧，哎呀，真大，这就是厨房，您坐，您坐这，我坐了啊，我真坐了啊，您坐了。这都是皇上哪儿认识的？兄弟，来，别客气，坐，来坐。安坐哪？那也行，哪舒服坐哪儿。来，坐吧。我们站惯了啊！我们不敢。您这啊，怎么做的？那我就这么做的。我问你怎么做的汤？啊，那稀的是吧？对。哎呀，还早说，半天你不明白啊？行，那个有锅没有？哎。您说了，这皇家的御膳房能没有锅吗？御膳房能没锅吗？有锅是吧？当然了，有。刷了吗？天刻刷，刷的干干净净的。对，能照着人，锅底都刷透了，没用。先炒50个菜去，随便炒，练手，想炒啥炒啥。五十个炒，对，炒完不许刷锅啊，每遍炒完都不许刷，炒去。这是第一步啊。第二步呢？第二步拿这锅焖米饭。哎。焖饭，饭不能洗啊！别淘米，直接把米扔里就煮。那多牙碜啊！没事，煮就这么煮，扔里就煮。煮对煮，煮煮啊煮煮啊煮，多煮会儿，多煮会儿，熟了再煮半小时。放水吗？放，少放啊，别放多。上面熟的呢不要啊，要底那糊了的。糊放嘎这儿啊？对，要那。这头回听说啊。对，就那东西。你要那玩意儿干啊？你听我的，你不要做那稀的吗？啊，留着行了。要底下那糊的。哦，糊的完了，那个白菜有吗？菜有啊，有上好的白菜，娃娃菜。不，好极。上好不行，上好不行。去打发人买去，买那个烂菜帮子。啊。我们后厨有的是摘的，就菠菜呀、芹菜。啊，对，菠菜也要。啊，菠菜叶，破菠菜叶都要，烂的那都要。烂的，对，要。豆腐有吗？有啊，有的是，就现磨的。去那个随便找一摊儿，找一个那个最次那个卤水点的那个豆腐，完了之后弄碗里拿手抓，不是抓，别洗手啊，别洗手抓，别洗手抓，抓。打住吧，我越听越不像话。这给皇上做饭能吃这个吗？我管得慌，你不要做那稀的吗？我就告诉你是这个，我大哥爱喝这口啊。对。咋样？听他们的，按他们这方法做，做出了皇上吃的不对劲呢，要杀头，咱就说他们俩做，他们俩就没咱俩什么事儿。那这玩意儿也不咱俩砍头，这做出来也没法吃啊。你管他呢，按他那做就完了。他还说皇上爱吃这味儿，你万一皇上有这口味呢，是吧？
我说皇上怎么长这样？我说畸形。嗯，哦，行行行，哎，我就按您这做，我们准备，那我们就去准备了。记住了，记住记住，坐去吧。哎，去吧，坐。您回后边休息休息。啊，您休息。毛兄弟，睡觉去，走，睡觉去，走。这俩人一个话痨，一个哑巴，说不出话。走，熬着试试吧。哎呀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这我跟你说，怎么这么味儿？哎，这二位大人，您闻闻这，这就是这味儿。哎，有点生化危机那意思吗？就是这味儿。那二位大人，那我们就那端上去了啊。就给我大哥送去吧，就爱喝这个。就送上去了是吧？对对，是没错吧？咱一块儿来吧，我们俩害怕。去，我轮儿轰光，轮儿轰光。怎么还来了？来看，这么窜吗？这个怎么了？这个就感冒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猪翡翠白玉汤。确定？您问他们二位，是你们做的事儿啊？对对对，他们二位的主意。行，我把皇上。这样，哎，请皇上，叫皇上，让皇上出来。皇上驾到！来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还记得我俩？大哥，你还记得我俩吗？大哥，这什么关系？那个，你这长贤弟啊，对，是我是吧？大哥，对，你天皇之叫我们俩来的，对吧？想死你了，我们俩都。好，大哥，下座，有座啊，下座。别，我跟你一块坐，这不行吗？咱聊着拉着家常。下座，哒哒。怎么这么凶呢？那个，皇上，太凶了，咋变这么猛呢？对，您看看是这个玩意儿不？对，这是他们做的吧？他大哥，这不你爱喝那个吗？对啊，我们俩特意告诉他们这么做的，好像是，是吧？是吧？高兴，好，太好了，这个人间美味啊！对，好，小轮子，我要大宴群臣啊，大宴群臣啊，百宴，哎，行，把众爱卿都请上来，行，百宴，一人来一碗，大宴群臣，哎，好，哎呀。啊，李大人，咱们国家就一个大臣，您是抄上来，皇上赐的，您闻。好，那边还有几位大臣呢，都发一发，来，啊，皇上，您，哎呀，我得来一碗，您来碗大，你也来一碗，咱们来吧。来吧，嗨，好，我先喝啊，咱们来，我先喝啊，来，这饿吗？拉着人，这太好喝了，对，我就说大哥喜欢嘛，对不对？这好喝，这好喝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每人再来一碗。